越南咖啡的老板打算创品牌，实现这个美国梦。这个，哎 ，Joe，Can I see in？OK，Let、okay, me see in。这个是 SV 啊。Oh, can I？ OK， 你们去。OK， 这个就是有战斗机的感觉。这个就是 SB 啊，越南咖啡，打算开很多店，那真的来试一下这声音。OK， 哇，这声音是太刺激了。我们今天在这个 Newport Beach。然后来看的这个客户呢，他要做越南咖啡，然后就亲自做了，开了很棒的一台车子过来做越南咖啡，有点 surprise， 但是我今天来的对了，做咖啡喝一下，这位置其实蛮好的。So you guys could try the foam too. Oh, that's good. 现在很流行加 foam. Yes. Yeah.Vietnamese coffee. Do you want to try the foam more? No. Just... Sorry, I didn't know there was a... Vietnamese coffee. So what's the name? This one? This is coconut coffee. Coconut. This one. The foam is coconut. Coconut coffee.Pretty good. Mm. 他说这个是 coconut inside, right? Your coconut? Oh, okay, this is base. Okay, stop. Okay. 刚刚去这个 Newport Beach 新港这个 corner 就像星巴克一样的这个饮料店，然后。老板决定了，我们就是 go for it。卖家买家今天也见个面，很互相会去做一些帮忙。最好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对，就是美国梦，美国是有机会做的非常大一个 franchise， 看你怎么去布局。那这是一个越南咖啡的 concept， 试喝了，觉得真的。蛮好喝的啊！好，现在要去这个苏省的 Escor Office 在哪里？好像是100号，确定一下，看一下，感觉越来越长。哎，真的有。哎，另外一个。Hello， 大家好，嗨，对对，欢迎来。哇，这个苏珊姐，啊，对，恭喜恭喜恭喜，谢谢你，谢谢你，帮你稍微 po 一下。好的，谢谢你。我们今天要来对开会一下，顺便把这边打打广告，做一下。Hello， 来吧，我们有时间，同事都排满了，我就拍一下。好的，来吧。哎呦，这边是两个座位。对，这是我们的团队，然后所以哎，对，我们名字没有说一下，叫什么？我们叫 Starlight Astro， 希望 Starlight， 希望我们的服务像星光一样，哎呦，浅浅的深入，星光一样，永久的保留，可以可以，永远照亮大家，可以，行，然后这个同事已经坐满了，你看。